哇靠，有蚊子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温。如果你有荣幸啊，可以买到这个缺车很久的Jimmy的话，第一个你要先保护起来的东西是什么呢？首先，第一个大灯，第二个门碗，第三个门边，第四个门槛，最后就是我们的轮胎盖上面的这个装饰的Jimmy的 logo 的字样啦。那首先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们要先准备材料。首先将要施工的部位清洁干净，接着喷上安装液，对齐好位置后用刮板将水泡排出，再将多余的水分擦干，这样大灯的部分就完工啦。接着门碗的部位清洁干净，对好位置将多余的水泡排出，再将多余的水分擦拭干净，这样门碗的部位就完工啦。别忘了尾门还有一个门把哦，一样清洁擦拭干净，喷上安装液，放置好位置后将多余的水泡排出，再将多余的水分擦拭干净，搞定。接着门边对齐位置，搞定。再来就是上下车常会踢到的门槛啦，一样清洁擦拭干净，将切好的板型放置定位，再将多余的水泡排出，将多余的水分擦拭干净，这样就搞定啦。接着就是后轮胎背盖的装饰贴啦，一样清洁擦拭干净，喷上安装液，对齐位置，搞定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所分享的 Jimmy 五个必贴的小地方， CP 值又很高哦。如果你还想看什么车，记得在下方留言给我们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咯。拜拜。